Hello，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 Mike Chan 陈乐平导师，好欢迎大家来到 CLP Music Power Studio 团体吉他中班 Lesson 9。今堂咧，我继续去翻龙卷风，因为我哋未完嘅咧，只系弹主音啫嘛。龙卷风弹 chord 噶咯，咁一阵间我哋都会望一望份 note 上面啲 chord 点揿啦，同埋啲咩地方要注意嘅 ，rundown 方面加长咗几多，点样行法 ？OK， 我哋望一望份 note 先。好 ，rundown 点行咧？一开始一样都系开括号，删括号。1、2、3、4呢四个八就会系弹咗先嘅。咁当然呢四个八应该都会讲讲，我哋会弹呢一个指法嘅。OK， 弹呢一个指法个前奏，呢个叫 introduction 啊 ，C A minor 7 F major 9同 G 64，我哋会用呢一个指法弹1、2、3、4、4个八乘以二 ，OK， 咁呢个就系前奏 outro 结尾啊，即系类似嘅 hold 住 hold 住，我该好好生活之后都会弹翻 C A minor 7 F major 9 G 64乘以二，即系8个八，临尾就会加多一个 C chord， 收一个全音复原 ，extra 加多个 C chord 喺 G 64完咗之后，收一个全音符。OK， 咁應該都會詳細講一講，去翻個 rundown 先嚇。一開始1、2、3、4刪括號，翻開括號，一路再彈，彈到去我哋好快行到去第二版 G7-4 刪括號，翻第二 pair 嘅開括號，就係、是、第一版第四行第二個八，靜悄悄默默離開，一路再彈。彈到去最尾嗰行，然之後第二版嘅 G7-4， 好啦，咁我哋會去翻個 outro 即係啱啱所講嘅 C A minor 7 F major 9 G 64，用呢一個指法。記住呢個指法咧，一開始係根音嚟噶 ，OK， 根音交叉，意思即係話左手撳住個 chord， 例如 C chord 咁啦。呢扎就係啲 chord 圖嚟噶嘛 ，C 啊 ，A minor 7 啊 ，F major 9啊 ，G 64啊 ，F minor chord 分 full version 同埋簡化版啊，呢、這個就係 E minor 7 chord 啦 ，D minor 7 chord，G 64 chord 同埋 G 7-4 chord 都幾複雜啊，誒 ，OK， 咁你會見到 C chord 撳住個 C chord， 嗰啲交叉咧。就係彈，而家記住我而家彈緊前奏嗰八個八同埋 outro 嗰八個八 ，OK？ 撳住個 C chord 彈 bass 五線啦，五三一二就 one and two and。第三拍咧係頭嗰半拍咧係八分嚟嘅，咁需要將我哋一手指本來撳住個 C chord 嘅咪，記住彈呢個 pattern 嗰陣時，我哋撳住個 C chord， 由 C chord 嗰度加減手指改變個音喺邊個位置咧？交叉就係彈翻嗰個 chord original 嗰啲線啦。而寫咗 number， 即係話改變咗嗰個 chord 嘅本身嗰條線嘅格數，即係本身 C chord 第一線係空弦噶嘛，而家要 rolling 一手指撳埋一線第一格。彈完咗之後，交叉彈翻 C chord original 嘅一線空弦啦，跟住就係第二線啦，跟住將你個尾指加喺二線第三格，四手指啊，彈第二線，跟住彈翻 C chord original 嘅第一線啦，即係空弦啦，再彈翻第二線第三格。咁所以我哋啱啱個尾指彈完二線第三格之後，我唔鬆開嘅，因為彈完一線又去翻二線第三格啊嘛，咁就係 four e and 啦。其實個拍子咧，基本上咧同我哋啱啱彈主音一樣，只不過咧而家就係 chord 同 melody mix 埋一齊，就會令到啲聲厚啲，應該都會示範嘅。咁第二個八 A minor 7都係咁撳嘅啫，撳住個 A minor 7，A minor 7嘅 root 係第五線啊嘛 ，C 係五線 ，A minor 7都係五線。咁撳住個 A minor 7嘅情況底下，都一樣需要寫 number 嘅話，就要 rolling 加手指去一線第一格啦。呢、這個就用尾指加去二線第三格度彈。
OK， 咁即係我撳住個 A minor seven 就彈翻交叉嗰啲線，交叉就係彈翻個 chord original 嗰啲線。而如果寫 number 嘅話，就係、是、改變咗嗰條線 original 嗰啲格數，需要用剩翻個手指加或者減零，咪就係減咯。即係本身有嘢要撳嘅，咁寫零嘅話就係鬆開咯。OK， 咁 F major nine 就係四線做根音，撳住個 F major nine 嘅情況底下彈翻呢啲線。同埋加翻呢啲格數咯，咁呢個就 G6sus4 chord 一樣。記住 F major nine 咧就係四線開始嘅 ，C A minor seven 就係五線開始。我第一個交叉特登寫住 base 噶 ，F major nine 咧就係四線開始 ，G6sus4 chord 咧就係六線開始嘅。OK， 咁呢個就係前奏同埋結尾都係彈翻呢四個 chord 乘以二，因為有開山括號。就用呢個指法，咁其他嗰啲位置咧，我想最 basic 咁樣用翻個 layer one， 即係我哋My Heart Will Go On 嘅 pattern one base 三二三一三二三，記住，我梗係想你如果手指彈到嘅話咧，用翻 pattern 呢、這個 pattern down down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down。咁而 layer one 就係 down down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因為我哋成首歌音根都會好似 today 一樣，又有數 chord 又有 out chord， 一定係全程用 pick 咧，會清脆響好多，尤其是數 chord 位，所以我哋逼住開頭咧 out chord 都會用 pick 彈。如果初學嘅同學未熟嘅，當然用手指彈下先，有時間先練埋個 pick。layer two、layer three， 我哋最尾嗰堂。中班的最尾嗰堂，我先會將 layer one two three 同埋啲 fill in 用曬落去，同 today 一樣。今堂我哋最 basic 嘅彈，用 layer one 彈翻唱歌詞嗰啲位置，同埋前奏 intro 前奏啦 ，outro 結尾咧，用翻呢 part 嘢彈咗先。好，而家我成首歌會試一示範，撳一撳啲 chord 同埋彈一次先嚇。好，高夫試啲 chord 點撳先 ，C chord。A minor seven， 縮開你嘅無名指，即刻變成 A minor seven。OK， 呢兩個 chord 之前 ，My Heart Will Go On 小蜜蜂有教過噶嘛，係咪？跟住 F major nine 咧，就係一手指唔好拎開，拎開你嘅中指，將你嘅三手指撳去四線第三格，即刻變成 F major nine。點解我哋要咁講咧？就因為我想你唔好走冤枉路啊，冇 C chord 轉 A minor seven 全部彈開曬。OK。咁記住，有啲手指如果可以 keep 翻，梗係 keep 翻啊嘛。咁啊，將個炒嘅機會率減到最低，同埋會方便好多。OK， C 鬆開無名指 A minor seven， 再將中指拎開 ，change to 三手指撳去四線第三格嘅 F major nine chord， 一手指唔拎開嘅。繼續一手指唔拎開，將你嘅三四手指三手指撳去六線第三格，尾指撳去五線第三格，呢、這個 chord 就叫 G6sus4 chord。咁至於簡化版嘅 F minor chord 就係一手指撳曬一至三線嘅第一格，跟住三手指撳去四線第三格，咁中指咧就會搭喺四指上面按托。E minor seven 點撳咧？就係中指撳喺五線嘅第二格，尾指撳喺二線第三格，六線做低音嘅。記住 F minor 我哋有簡化版，亦有 full version。full version 咧就係八 chord 嘅 F chord， 將你嘅中指拎開，開始大個仔啦，大個女啦，開始要練八 chord 啦。初班嘅時候都簡化版。雖然咧就難到媽都唔認得難撳，但係開始要撳 full version F minor， 因為我哋嚟緊會搞啲勁嘅十級龍捲風點樣掃 chord， 嚟緊又會講啦。而家今堂搞一個微風版嘅龍捲風，風和日麗即係等於冇龍捲風，點樣彈應該好少少。OK， 好，跟住咧就係 D minor seven chord 就係 F chord， 縮開我哋嘅無名指啊，咁呢個就係 D minor seven。Okay? 一手指係需要撳一二線第一格㗎嚇，咁跟住咧就係幾難嘅 G6sus4 chord， 因為咧我哋嘅 D minor seven chord 之後咧就會彈個 G6sus4 chord， 所以我哋一手指咧 keep 住
hold 喺二線第一格度，一線可以鬆開嘅。OK， 將你嘅中指撳喺六線嘅第三格，無名指五線第三格，尾指一線第三格。咁呢個咧就係 G sus4 chord。啱啱呢個咧就係 G 六 sus4。OK， 呢個就係 G sus4 chord。最後一個 chord 就係 G seven sus4 chord。三手指六線第三格，尾指五線第三格，一手指好似 F chord 一樣，要一二線第一格都要撳曬嘅，咁中指可以幫拖一落去。咁呢個就係主要個 chord 位。OK， 咁而家咧我就會成首歌彈一次。當然，如果我要我背後再想你要 hold 足四拍嘅話咧，我梗係唱唔到背住背著啦，我唱啲唔唱啲和音位。OK， 好，示範一次啦。開埋個拍子機先，我哋不妨音準同拍子好緊要。其他老師未必一定好注重個拍子，但我好注重個拍子。OK， 雖然拍子真係幾難嘅，唔緊要，拍子跟唔到唔緊要，跟大隊彈啱個音先，慢慢先有時間捉翻個拍子，好緊要啊。OK， 六十 beats per minute 原裝七十二，試一試啊。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例如三四，我啱啱係撳住個 chord rolling 嘅嘛，例如 C 咁，五三一 rolling 佢嘅線嘅，加呢字嘅線嘅三嘅，唔轉唔離開手指嘅，多啲留意我左手 ，OK？ 同埋咧拍子一定要準啦，仲有我哋啱啱咧漏咗講嘅就係喺一二三四五第五行我哋要個八。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呜、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个 G chord 嗰个位咧 ，Jesus four 六三二三个 G chord three and four and 啊嘛，喺 three 嗰阵时数一下延长，就话俾大家听啊，嚟紧狂风暴雨嚟啦，哎呀，打唔成风添，吹走咗去台湾。你要發覺而家呢個 feel 咧，就係微風版都唔過有龍捲風嘅，都唔夠爆嘅，唔緊要。之後咧，我哋會嚟個十號風球 version 嘅。OK， 而家就玩住先。OK，next、okay? lesson 見。